分开啊，呾剩花讲伊阁要嫁人呢，安尼是要安怎好？呾本来是想讲，等囡仔嫁娶了，阮两个人食老，会当互相有一个碗口。呾想袂到，连毋食人小林啊，敢若甲咱存花取落去啊！等你讲。保护伊家，敢会用的？是讲无非，但你即马已经是做神的人安尼，啊是安怎？伊甲小林仔做伙的时阵，你无甲伊动，无甲伊两弄个散散去？无毋对啊！啊，当初我真是足切意甲你的心拢抢走，啊，毋过自从你离开了，卡输这个囡仔无伊。我早就倒落来，啊，遐个囡仔嘛无可能活到今日，所以才是袂当无伊。是讲今日无命无分，替咱还这个家。啊，假使讲今日有一个人要给伊一个命分，啊，要带伊去享受，咱敢袂当甲伊阻挡？你讲，我到底是赞成好，还是反对好咧？好啊，啊！你才伫文辉面头前，是咧打我啥歹话哈？啊！你即摆是做啥物歹代志，惊我去斗啊？安怎？但即摆你要安怎拍算？当你著伫文辉的面头前，啊，甲我做遮侪歹声，啊，我做人嘛毋是，做鬼嘛毋是，啊，我会当做啥哈？所以即马，你的意思你毋著要嫁人？真好，当声声句句讲要留在楼下，一世人甲我透尾啦。啊，结果咧，你骗文辉一个死人毋值钱，连我这外人你嘛要骗哦？较拜托个啦，楼下面子你小顾一下好无？毋通安尼下戏下情啦！啊，无你即摆是文辉哦，啊是老家大家大官，啊就准我要嫁啦，因都无管啦，啊你有啥物资格管我？是啊，但因即摆一个一个踩咧红地倒垫，当然嘛袂出声。无毋对，但我伫你的心内，伫你的眼内，敢若予你称呼一声大姊尔。你纸头无命，纸尾无姓，我啥物资格通好管你？啊，毋过春花啊，你想看卖啊？咱姊妹啊，二十几年的感情呢，啊，你共进共出，啊，大家拢看惯势啊，啊，你雄雄阁要嫁人，啊，恁人是安怎看咱啊？啊，当目睭生伫咧人下面呢，啊，你也管太人安怎看咱？哎，那你有影靠靠呢？那自从文辉走了，迄一挂厝边头尾的人，迄目睭一个一个点大绿，等要看咱的笑话啊！伊想要看咱姊妹啊斗阵有才调动偌久，啊，结果咧？你才冻几年尔，你就话要嫁翁啊啦！你拢无想过，这若传出去，你叫咱遐囡仔是要怎地放假，甲人徛起呀？啊，我若出去，你叫我这死人面是要行对倒位去啊？啊，无归去啦，大家拢抵消几啊卡就好啊！吼，你已经是啥物时阵变得遐尼敖啊？哈，一个啊，甲遐翁嫁倒顶，才一仙一仙搬出来伫咧吓我，一个甲事实也搬出来，袂输到我还无度做人。啊！一下把所有满街人拢叫做菜人，拢变嘴烂。啊！无我今即摆是我是安怎？我是有往去讨客呀，是你跟着人有买？互你讲我袂爽，我犯着什么天条嘞？啊！无我讲的敢无影是哦？你拢无想看卖？你家己几岁啊？当好到要做阿嬷的人啊？搁掠住家己十八岁哦？搁笑想要嫁翁哦？较拜托的啊！你若换做是我，我见笑死都会啊！不敢出去那么下气下贱。互你讲到呢，到遐尼严重？啊！你四娘啊，你嘛小弟一个，你拢无想看卖，你家己是啥物款的命？你嘛敢搁嫁人哦、啊？你，我的命是安怎？我的命是倒咧唔对啊？唔是我爱讲你，啊，亲像这款家刀兵、剃扫手、命中带煞的查某人啊，那是相亲尔，对方对你客客气啊。我文辉才娶你无偌久，需要你送伊烧酒卖鸭卵啊，亲像你这种破嫁查某人啊。我看小林啊，身体嘛无外用啊，拜托的，你搁莫出去害人啊啦！秋阿姐，想袂到伫你的心目中，
你是安尼看我的？本来我要决定我要嫁啊，唔嫁？和你讲到安尼好啊，我即摆就想要嫁，我嫁予你看，我要让你知影，我不是迄种家道面轻松去的查某。决定，啊，家己下过袂了那手，但不过即摆我无嫁，毋则袂用的。代志拢是小林妈布出来，这死小林妈吼，我有影叫害死人我。